할렐루야. 우리에게 날마다 응답과 축복, 치료를 함께 하신 좋으신 아버지께 기쁘게 찬양하시면서 저녁 예배를 준비하시겠습니다. 기쁨으로 드려지는 우리의 찬양, 사랑으로 드려지는 우리의 찬양, 감사로 드려지는 우리의 찬양, 마음으로 드려지는 우리의 찬양. 아버지 하나님이 승리의 노래
Come on.
주시는 좋으신 아버지께 비전 찬양 올려 드립니다. 생명의 말씀 우리에게 있어. 주만으로 새
오늘 저녁 예배를 위해서 말씀 증가하시는 직무대행 이수진 목사님과 은혜 받을 자신들을 위해서 함께 기도하시겠습니다. 사랑의 아버지 하나님, 주님의 기쁨이 되기 위해 마음 다해 드려지는 주일 저녁 예배를 기뻐 받아 주시옵소서.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다 같이 묵도하심으로 이치 용모도 장주 완례 반생의 후신. 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唱赞美372首。 我有本分当尽，我有神当侍奉，离弃恶与主亲近，灵魂得尽天宫，须为金代效力，成就主派之功，展才能，为众劳役。 殷勤勉励之中，望主使我谨慎，在主面光之中，做准备尽我责任，主前尽诉心中。 助我警醒祷告，终身靠主引领，无为圣召，无被恩道，等见天国光明。阿门。 一起来做几项祷告，为主牧师做祷告。 진리를 아는 데 이르기를 원하시는 하나님의 뜻과 섭리를 온전히 이루어드리며 한 영혼이라도 더 아름다운 새 예루살렘으로 이끄시기 위해 말로 다할 수 없는 희생과 헌신과 절절하신 눈물의 사랑으로 하루하루 공의를 채우고 계신 목자님, 재창조의 권능 100%의 완성도 가장 좋은 때 아름답게 이루실 줄 믿습니다. 속히 영과 온영의 마음을 이루어 목자님의 눈물의 열매로 나와지는 복된 만민이 되게 하여 주옵소서.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대성전 건축을 위해 기도하겠습니다. 사랑의 아버지 하나님, 인간 경작 승리의 상징물로 세워질 대성전 건축을 만민을 통해 이루시길 원하셔서 허락된 지금의 축복의 시간들을 통해 각자 각자의 마음의 성전을 아름답게 이루어가게 하심에 감사를 드립니다. 순종과 섬김과 사랑으로 하나 되어 민족 복음화와 세계 선교를 장대케 이루며 하나님의 크신 영광을 선포해 나갈 대성전 건축을 아름답게 이루기까지 하루하루를 감동으로 채워가는 복된 만민이 되게 하여 주옵소서. 성전의 이전을 위해 수고하는 모든 일꾼들 능력으로 입혀주옵시며 재정과 법적인 문제들과 주변 환경과 그의 많은 일들도 형통하게 인도하여 주옵소서.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말씀 증거해 주실 당회장 为这正话语的周代行李守正牧师做祷告，为蒙恩典做祷告之后，由自教区长崔英石传道士做代祷。 사랑의 아버지 하나님, 오늘은 직무대행님께서 귀한 말씀 증거해 주십니다. 살았고 운동력에 있어 좌우의 날선 어떤 검보다도 예리하여 혼과 영과 및 관절과 골수를 찔러 쪼개는 권세 있는 말씀이 우리 성도님들에게는 은혜와 능력과 생명이 되게 하여 주옵소서. 우리 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이름으로 기도하옵나이다. 아멘.
亲爱的父神，感谢父神的恩典与慈爱，在这至圣的主日能够献上晚礼拜，让我们能够心灵诚实的献上这礼拜。神向着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你们是幸福的，我们能在父神面前放胆的去告白，万民是幸福的。这样以生命的话语带领我们，亲爱的牧者，成为我们的牧者，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不徘徊，能够享有真正的平安，仰望天国而奔跑，有多么感谢见证活着的神，还有神迹奇事引导我们的所有的生活，也感谢父神。耶稣为什么是我们的救主？那所有的话语每一句都能够栽种在我们的内心里，让我们能够明确地知道父神的旨意与奥秘，在这地上生活，还有有新耶路撒冷的盼望。我们每天都能有真正的盼望，这样引导我们，我们这样告白，我们非常的幸福。还有我们在有问题的时候，有代替我们屈膝祷告的亲爱的院长，我们记得他不住的屈膝祷告，不分昼夜的做祷告，这样守护我们万民的羊群，成就父神的旨意。我们院长的祷告没有停歇过，我们圣徒们能够这样做祷告，这样带领我们，我们也是非常幸福的，也非常感谢他。今天在坛上见证生命的话语的植物代行，见证话语的时候赐给圣灵的感动感，话语充满所有准备的话语，能够尽情的来见证，求父神同在，做不做亏损的事情。我们听第二讲，单一里的善我们都要铭刻在心，我们要渴慕那种善，并且去成就，求父神赐给祝福。主持礼拜的卢英俊川牧师也能够在恩典当中主持上好礼拜，平安诗班的现实和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也求父神悦纳。特别献诗的吕恩珍姊妹的特别演奏也求父神悦纳，我们也能够成为感恩充满的时间，为这礼拜所从凌晨到现在付出辛苦的所有圣徒们，求父神纪念他们的辛苦，赐给灵魂兴盛，凡事兴盛的祝福。全国全世界通过吉西恩和各种媒体做礼拜的所有的观众，还有万民的圣徒们，也求父神纪念，赐给感动，成为蒙恩典的时间。这一周特别是有我们中秋节，我们圣徒们所到之处都能够散发基督的馨香，能够见证宝贵是圣灵，成为幸福的充满的时间。为这礼拜求父神悦纳，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蒙恩典的经文是单一礼书6:19-23话语。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单一礼，对单一礼说，永生神的仆人单一礼呀，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单一礼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이는그가자기하나님을의뢰함이었더라샬롬성가대의찬양과下面有平安诗班的现实和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
由吕恩珍姊妹的特别献诗，艺能委员会所属的吕恩珍姊妹用我国传统乐器西琴演奏《将荣耀归于父神》。今天所献上的特别献诗是《万民赞美221首》，游历天国。由植物代姓林淑珍牧师来见证没有行过亏损的是第二讲。感谢献上特别献诗的吕恩珍姊妹。亲爱的各位圣徒们，今天接着周五彻夜的话语来查看一下但以理的善。但以理呢，对于神的完全的信心和爱呢，他在现实的难处和面临死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和人和世俗妥协，只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因此最终呢被扔进狮子坑。
就算是迎接死，他也没有去埋怨过任何人，也没有去恨任何人。可以看到他的这种面貌。先近看很多人，那在家人或者邻舍或者是所有的组织里面呢，自己好事呢就把它作为自己的功劳，那在不有些不好事情的时候呢就归咎于别人。所以无辜的人呢有可能会被冤枉，那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呢有可能就遭到亏损。但是但以理没有任何的过错，面临了难处他也没有去怪罪任何人，他是没有给别人带来任何的亏损，他是行了善。今天通过话语呢，我们要看一下在饥饿的狮子面前，他也没有一丝的伤损，得神的喜悦，向大家都能够成为领悟的时间。上一讲我们看到但以理呢，就算是欺负他为难他的想要杀死他的人，他也没有怪罪他，也没有揭发他们的过错，他是这样的善。各位圣徒们，那么这样的但以理的面貌，我们在对照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面貌是怎样的呢？比如说在家庭里面，父母去批评责备孩子的时候，那孩子呢心里面就会不满，对父母有反抗的情况是很普遍的。那父母呢自认为呢想要自己的儿女成长得更好而进行训诫，但是呢作为儿女呢别说是悔过了，反而是呢把所有的责任呢都转嫁给父母，怪罪父母，说父母这样生了自己。那父母在教导孩子在训诫孩子的时候呢，不要让孩子呢受伤，要好言好语的来去说孩子，不要说亵渎孩子，要尊重孩子们的人格。那孩子们儿女们也是一样，那对于父母不是说来查看自己，要说是因为父母我这样学习不好，所以我长得也不好看，我这样那样都怨父母。要说自己的父母因为没有学识所以我才这样，还有说和父母性格不合，还有代沟，或者是说父母的想法太不开窍了，我的家庭条件这样的拮据。说你的父母你怎么能只是这种程度呢？还有就是说祖上的家风不好，或者是以各种的理由呢去埋怨父母，对父母不满，说因为是父母自己才这样走歪路，反而是归咎于父母。那有很多情况是这样的，在父母家庭或者是环境都怪罪于这些，不怪罪于自己，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特别是在学生时代没有顺从父母的话，那按照自己的意愿呢去玩，去结交一些不好的朋友，还有呢有很多的事情，那在长成之后，在成人之后呢，这些事情呢都是对自己是亏损的事情。那后悔了呢也晚了，后悔那个时候为什么没好好学习，我为什么去了一些不该去的地方，我不应该去追求那些没有尽到学生的本分。那现在成人之后呢，现在有很多后悔的事情，那对于自己的选择悔改的话，那作为成人之后呢也有很多可以悔过的机会的。但是如果说不是那样的人呢，就会怪罪谁，因为父母我才走歪路，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经常争吵所以才这样，我才不愿意回家，才和一些不好的朋友结交。虽然说那不是错，但是如果说这样归咎于父母的话呢，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也要成为呢尽自己本分的好学生。那现在当时的问题都不去解决，没有发展的生活，那么就会去怪罪别人，父母去怪罪父母，这样呢是不可有的事情。那我们呢一定要领悟到的就是说，就算是父母再不足，也是生我养我的父母，那他还是父母。就算是父母有缺点有过错，也要去恭敬他，反而是说去怪罪父母违背父母的话，那就是违背天伦了。如果
果说是善人，那么就不会违背这样的天伦，会发自内心的去恭敬父母。儿女呢，就算是那父母是怎样的情况呢，也会去服侍恭敬他的父母，给予父母作为儿女的一个礼遇。那在圣经里面也讲呢，恭敬父母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祝福。那在自己来看，说父母值得尊敬，就去尊敬。不是的，生了你就要感谢，那就要去服侍。这样的时候呢，神所赐给的祝福就会临到我。那在童话当中呢，有这个黄豆鼠，还有灰姑娘，就是这样的。他们呢是受到了继母的一些，受尽了虐待，有挨打，他们也没有把它认为是痛苦。那父母也是在儿女成长过程当中，那给他们看过这样的童话书，那给他们读过这样善的内容。那就现在的，现在世上一些不好的故事或者是不好的内容，那这些呢就不想给孩子看，那想要给孩子看一些善的，像黄豆鼠还有灰姑娘的故事，就算是自己受到损失，那也不会去怪罪别人。它有一个共同点，没有把痛苦认为是痛苦。那自己面临的这些痛苦呢，他没有说去归咎于别人，反而呢当作是自己的过错，想要做得更好。他拥有了这种美丽的心灵。那继母说，你要打扫这里，打扫那里，还要给姐姐们去整理衣服，去洗衣服，哪里有人洗也不会带她去。那就算是这样，那继母又说，你如何不好，你为什么这么懒，这样在说她的时候呢，自己呢他们也没有说是自己是无辜的，她要想呢去迎合父母，想要为父母做得更好。那这样表达的一个善的这个书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呢在听到，在学着父母的话，天父的话语，那我们呢在生活当中，谁让我难过的时候呢，就会伤心不满争竞，去跟人吵，去恨别人，这样的话呢就是与善相距甚远呢。那历史性的人物李舜臣将军，可以看到他的心地是非常善良的。他呢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呢，他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不仅为国立了大功，为了王和百姓，他也不惜生命去尽忠。尽管如此，还被诬陷，被冤枉，挨打，而且被蹲大狱。但是呢，因此呢，他对王呢也没有一丝的怨言，没有悲观的看事态，也没有叹息。对于陷害自己的援军，他也没有去埋怨。当然，这样无辜的受害的时候呢，也有些痛苦，但是他没有说呢有恶意的去表达什么，或者是说自己太累了，我现在太累太难，我就不担当自己该做的事情。那李舜臣将军呢，他没有必要去做什么的，但是他是自愿的去想要去负责任。那这样的被诬陷呢，他也想去，他也要去负这个责任，他是有这种的耿直的内心，这就是良善的内心。那这样呢，做好的事情他也无辜的挨骂，也有默默的去行善。有这样的人，但是自己做得很好，但是挨骂的话，受到误会的话，做得好的事好好的也不想去做了，大部分都是这样。我现在做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去挨骂呢？我要去遭到陷害呢？有这样的人。还有的人呢，做错了事情受到责备了，自己做错了事情，没有做好的事情受到责备，却说你算什么东西，还敢指责我。还有这样去埋怨别人的人。那人呢，是看自己的善呢还是恶，他的言语和行为呢是有天壤之别的。丹尼尔他也是，
他心里面没有结下了怨恨，也没有属肉的情感，所以呢，没有说去恨呢告发自己的人。对于王呢，他也没有任何的怨言，他能够献上这样叫人感动的善的告白。那么从黎明的时候呢，就来到狮子坑面前，看但以理的王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但以理六章21-22章，说但以理说愿王万岁，那神呢差派了天使封住了狮子口，那是我的无辜，还有王，我在王面前呢，我也没有说行过亏损的事。那上一讲周五的时候呢，如果说没有成就这样的良善之心的话，那王没有睡好，到了黎明就来到狮子坑面前，说你的神有没有救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去喊但以理，但以理，你所信的神能够救你脱离狮子口。那对王如果说是有抱怨的话呢，说我还活着，但是你太过分了，我没有犯任何的罪，因为他们太恶，你现在确认我是活着了，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像现在一样没有怨任何人。那神的善，神所成就的这些公义呢，他在他的最简单的一个告白里面呢，可以看到刚刚脱离死亡的最紧张的一瞬间，对于王的这第一句的告白呢，却说愿王万岁。就算是再冤枉都不够的情，深渊都不够的情况下呢，但以理呢，他却对王表现了极致的敬意，真的是非常美丽的善的告白。这告白呢，是但以理在神面前，是他的内心是很善的，很真实诚实的，虽然说蒙冤，但是他没有去归咎于任何人，他出自于他良善的内心。那我们呢，我们嘴上的一句话就能够对照我们是一面镜子。那特别是在平安的时候呢，有可能在梦里面说，那我不满，装作不是那样的，虽然说看不惯对方，但是呢有可能呢是婉转的说，那在急着的那个着急非常急的情况下呢，就会说出来了。那那个时候的面貌呢，就是最真实的面貌了。那自己在说好话的，不是说自己只能够这样说，自己呢在没有路可走的情况下，那该自己的行为呢就是自己真实的面貌了，就是自己最真实的情况。很多人都不承认，就说我是说的好话，但是对方没有听，所以我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和我的意图相反，我的内心不是这样的，委婉的去说，不想承认自己，不认可自己，这样的人是不能够改变的。说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就发出了这种恶来。我平时因为平安好的时候呢，好像是善，但是呢走到尽头的时候，到某个极限的时候呢，就发出了恶来。那在承认认可的时候呢，就能够改变。但以理在他最切的情况下，可以避免的情况下，可以伸冤的情况下，但是他也没有发出任何的恶来，因为他的内心里面就没有恶，没有求自己益处的心，所以他才能够做出这样善的告白来。那我们呢，在自己难的时候、累的时候呢，就想要和周围的人说，
就是说要诉苦，但是如果说那个人充满了善的话呢，就不想让对方呢有丝毫的难处，所以呢就不会说一些不好的话。但是呢，如果说不说自己的情况呢，就会觉得太累了，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所以呢把自己的难处和别人讲的话呢，那就是说这个人忘记了神是在依靠神，依靠人。会这样说，我想要得到那个人的帮助。那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呢，也有可能呢去主有拜托别人做什么事情的情况，那不是那样的情况，老是在诉苦自己太难了太累了，谁让我痛苦，和周围在说这些事情，那这些就是恶，不仅是让对方难过，也不是在依靠神。如果说依靠神的话呢，就要去跟神来诉说，从神那里得到解决，但是呢却没有去告知神，而是呢和别人来说自己心里痛快，这样的话就不是在依靠神，这样的情况下神是不会帮助你的。那在信息里面要查看我们的内心和我们的行为，这是出自恶的内心，是在求自己的益处的属肉的肉的属性。但是丹以理是怎样的呢？就算是被扔进狮子坑之前，他也没有跟王说呢要为让王给他解决事情。那在活过来之后呢，他也没有说站在自己的立场让王为难，对为难自己的人们呢也没有说什么，从开始到最后呢他只是在依靠神。因为是这样的但以理，所以呢他就能够完全的依靠神，拿出这样的信心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希望拥有大的信心，在我们难的时候累的时候，在人无法担当的这种试炼面前，要拥有的仰望神的这种心，我们要得到解决。但是这种信心呢，要神赐给我们。那神呢，会赐给谁这样的信心呢？就像刚刚所说的一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平安的时候或者难的时候，任何情况下只依靠神的人，追求善追求真理的人，去生活的人，在面临难处的时候向神求的时候，就能够得到应允。那这样的时候神就能够赐给他属灵的信心。那我们也祷告，我们也要呢得神的喜悦，求父神来帮助。那我们做这样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生活呢却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不平不满。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不是求神跟人说的不平不满的事情。那面临难处的时候呢，又去求神。那自己的生活本身呢，就是没有按照自己没有拿出信心生活，神就无法赐给你属灵的信心。但是通过但以理呢，我们可以知道呢，怎样才能得到神的恩宠？神为什么救了但以理呢？那我们呢，要拥有但以理一样的信心。但以理呢，是有这样良善的内心，还有他信心，所以他能够行，要拿出信心来的时候神才会做工。内心里面有善，内心里面有信心，神呢不是说就有这些 就能够做工了。那这种善和信心以行为去行出来的时候呢，神才能够做工。那这种信心的行为完全的行出来的时候，就算是进入狮子坑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但以理呢，不仅是充满了神的善，而且甚至呢达到了得神喜悦的程度，那就是行为。如果说没有行为的话，这种善成为行为的时候才能够得神的喜悦。那但以理的善的行为呢，是完全信神的行为，那就得神了喜悦。这样全知全能的神去完全信靠的时候，就没有一点理由惧怕狮子。真的是非常了不起。那这样的信心，先知们的信心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去想拥有。
非常的羡慕，想要去拥有这样的信心，这样呢要成为我们的信仰的目标。为什么呢？我们遵照神的话语去行，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神呢就会保守。但是呢，就算但以理成为了狮子的食物死去呢，他也完全没有介意，就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的告白一样，没有呢在偶像面前敬拜，就算是要死去，那神也会保守我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是这样告白，就算不是那样，我们也不会敬拜偶像。那么这样的告白，这样的信心，这样的诚实，得神喜悦的，这就是得神喜悦的善，是义人。各位圣徒们，那任何人都希望拥有这样的信心，像但以理一样完全依靠神。但是呢，实际拿不出这样的信心来，那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罪。如果说我没有罪的话呢，就算是在急的情况下呢，在任何的这个死亡面前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恐惧、害怕、担心、忧虑和不安、焦躁。为什么呢？因为有全知全能的神，无论在何时都在看着我们。因为相信这一点，就算是自己遇到了试探，那么神也会给我们打开一条躲避的道路，那进而就算是有不利，那最终神也会相互效力成就的更加美好，引导我们走向祝福的道路，因为是百分之百相信的。约翰一书3:21-22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但以理也是一样，神救他呢是因为他在神面前无辜，没有罪的人呢是不会让他蒙冤的，是表达着神的公义。接下来就像今天话语的题目一样，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那对于王的忠诚、善和正直，他这样去告白，真的是非常美丽的心灵，这是非常让人感动的瞬间。那确认了但以理是活着的王呢，非常的喜乐，吩咐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那王下令呢，把控告但以理的人呢，连他们的妻儿都扔进狮子坑中，说欺骗王，他没有说任何的去告发他的人的坏话。那么神呢这样显露出来，王呢他就不会置之不管，去告发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儿都扔进了狮子坑里面去。但以理呢在狮子坑里面待了一夜，没有遭到任何的伤损。那恶人呢到狮子坑里面他们也不死，是不是有可能呢？不是的。但以理书6:24里面说，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各位圣徒们，能够领悟到什么呢？有罪的人呢最终会粉碎、破碎、灭亡的。那没有罪的人呢，就像但以理一样，就算是在死亡面前也能够躲避。不仅如此，义人呢就算是在死亡面前呢也不会遭到任何的伤损，在各种的难处和障碍面前呢也只能够呢躲开。那但以理呢，因为他没有罪呢，死亡呢也躲让开来，他的身体没有遭到任何的伤损。
那戴理呢说没有对王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情，他能够坦然的去告白。那就算是这样，戴理呢说在这样确实的结果面前，他也没有骄傲，也没有无礼，也没有去喧哗。如果说他有显耀自己的心的话呢，就算是说再的话呢，他也会呢说一些带刺的话，但是戴理呢没有一点的棱角。就算是在极致状况下，那所有的一切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美丽呢？那它本身在我们的神来看呢，就是成为美意，在神面前也能够更得到更大的恩宠。在大家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去应用。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些委屈的事情，有可能忍，也不去找人去追究什么，也不和周围说忍耐得很好，但是自己的内心里面呢就好，就已经沸腾了，但是不能够在神面前得到恩宠的，像戴理一样。那么一定要查看自己的内心，那这样的内心在怎样的情况下呢一定会表露出来的。就像戴理的情况下结尾很好，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又在进行说明，又说那个人又让我难过，让我为难，我最终胜利了，怎样怎样，在最终呢还是想说出来，那这里面呢还是自己里面还有没有拔出的刺。那在大家的生活当中，还有在度过的一些熬炼过程当中，对于自己有进行辩护，说明自己的立场，说谁是恶的，有没有定罪于别人呢？有没有说人的过错呢？要与戴理进行一下对照，就会能发现很多自己成为得以改变的时间。为圣徒们周彻夜的时候，大家听到的时候，大家说蒙得了很大的恩典，说是痛悔了。工人们还有很善的人呢，有共同的都说这样的话。那对于跟这个戴理的这种善来比的话呢，他的善的告白就让人流泪。那和他对照的话呢，自己的不足就能够发现的。没有人会说像戴理一样的完全，我也是一样。那可以看到我过去的时候内心是怎样的，我在这样那样的难处面前有没有想去宣泄，想要去跟人诉苦呢？在圣徒们面前，虽然说没有说跟圣徒们说，但是呢，在难处面前想要诉苦，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在时间流逝之后呢，就想又有什么用处呢？有幸福的时间，好的时候呢，这些事情都不为过了，什么都不算什么。我想呢，一开始在熬炼的时候呢，我也有过这样的心，太难了，太累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时间呢，我就忍耐了过去了。那是以后是不是还能够说出来呢？那再过了一年两年之后呢，那些又有什么必要呢再说出来呢？这些时间好的时候呢一起笑一起哭，那自己难自己累的时候说出来又能怎样呢？没有必要了，连这样的情感这样的内心都没有了，那是自己太累了。那在准备话语的时候呢，我也悔改了。那在领悟到之后呢，也能够拓宽自己的这样的内心，也非常的感谢。也不能够说我是完全的，想要更加的完全，像戴理一样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这样的事情和人，在遇见时候呢，也要完全的去遵守神的旨意。那这样神给予解决的时候呢，一切都会结束了。我也没有必要呢去诉说自己的这些的冤屈。那么这样的内心，通过这样的时间，要再一次的来回顾一下呢，要再一次的来做祷告，和我们的圣徒们一起来讲。要非常的充满，那么能够理解这样的更深层的善，这样的话语呢，比如说谁在害我们，那为了避免这些呢，那对方呢显出了这些恶来，我没有想去责备对方，那去躲避对方来害我的这个时候呢，
这些呢也不想去做了，那这种更深层的善呢，大家能够理解吗？要大家要做这样成这样的目标，那可以知道我们圣徒们的水准是怎样的呢？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呢，一定要成就的更加美好，要进入父神所在的新耶路撒冷。对圣徒们，这所有的事实都目睹的这个道利王，又把这些恶人呢去扔在狮子坑里面。这王呢都看到了这样的过程。那在全地的所有的百姓和百姓们呢下诏书，宣布神的荣耀。但以理书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现在我降旨，小于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是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实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但以理呢，他是依靠神，在狮子坑当中也被搭救，那在外邦的王和百姓面前呢，也去广传活着的神，全知全能的神，主管生死活福的神。但以理呢，是尽心坚守了信仰，不给任何人带来伤损。神呢是这样的去保障了他，讲他这样荣耀了神。那这样的事情呢，就可以说是万事亨通。那在这里面大家要记得的就是善人、义人、神人。那么他们一开始好像是一开始不面临这样的事情就会更好，这是人们短浅的思想。那神要看这样的结果吗？之前不要让他们遇见这样的事情就好了，这是人类工作当中不符合公义的，因为有黑暗有光明。仇敌魔鬼撒旦呢，他们恨无光，在这个地上人类耕作的时候呢，在大礼拜也讲了，神不会说的勉强啊。世上人说我是神，有天国地狱，你如果说不信神的话呢，你就会堕入地狱。那么人会说太害怕了，要信神，这就不是公义的神，这就不能够说是耕作人类了。神呢是按照人的自由意志去选择，那信心的先知们呢会按照神的话语选择光明去生活，但是仇敌魔鬼撒旦呢不会置之不管，想要去毁谤，想要去攻击。但是呢在这里面呢常常会保守，但是呢会按照时候呢会彰显神的荣耀，是会让很多的人呢得救，有神所计划的作业。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呢拯救了人类。但以理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话呢，那但以理呢没有面临这些事情就会幸福，因为有这样大的试炼和熬炼和难处，那就显出了但以理的善和信心。那我们呢也会蒙得恩典。那虽然这些呢，但以理呢也会积累很大的奖赏，在外邦的国面前呢也是大大彰显了神的荣耀。那没有这些事情呢好呢还是有好呢？当然是有好了。那对于神的国来说呢也是大的荣耀。那我们呢要以人的想法呢去揣测去判断神的事情，不要以人的想法去论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还有呢要大大彰显神的荣耀的话，那么神人呢就要有信心和牺牲。那大家也是要向周围人去传道，为了拯救灵魂，要向
如果不像说但以理的十年一样，有的时候呢说是信神，说是守自己的信仰，但是世人没有办法去理解，还有呢会因此受到逼迫，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去服侍的时候，追求善的时候，比起世上的人更加的去牺牲献身。那么在其中呢，人们呢就会更加的感动，说你是信心真好，你所去的教会呢真的是教得很好，会得到称赞的。那我们的牺牲和献身呢会彰显神的荣耀的，就但以理能够大大将荣耀归于父神。那有这样的试炼，那在这些所有的试炼之后呢，就会很迅速的得到解决，恶人呢就会按照恶人呢所行的恶呢得到审判，善人呢就会将荣耀归于父神，使其结果呢就是万事亨通。大部分的信神先知们呢都会有这样的艰难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追求信心，那在最后的时候呢，神会恶人呢走向死亡，走向灭亡，那善人呢就像正午的阳光一样，在家的生活当中呢也要临到神的做工，那自己的行为就是光明真理和善。如果说是不行善又希望结果很好，那是不符合公义的，也是不能够有的事情。那追求善就算是这样呢，常常面临难处，不是这样的，父神呢常常会保守。那有的时候呢会事实有一些试炼，但是呢凭着信心战胜之后呢就会被抬高，会赐给祝福，那是有这样的原理的。通过但以理的善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了解。亲爱的各位圣徒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话语呢我们要有所领悟，我们越是进入有信心的话呢，就越是像今天的题目一样呢，不会对任何人呢有亏损的事情。不是说是去行恶，而是在这种无意识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带来害处，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呢让人面临难处，这也是给人带来亏损的事情。而这里所说的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情，不只是说呢和别人只是躲避，不是说去加害于人，不要有所误会。所有的事情呢要消极的去生活，小心的去生活，不行，不做亏损的事情，虽然说也包括在内，不做亏损的事情，无论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呢，那都是人当尽的本分。这只是说一个消极的善，不去向别人行恶，没有任何的杂音去生活，这样的话不是说就能够得神的喜悦，不单纯的是说不去抖一些起灰的物品呢就不会起灰，不去制造产生摩擦的事情躲避就可以了。如果说停留着这样消极的善，怎么能够成为呢得到别人认可的宰相呢？怎么能够得到神的爱呢？那样的话就没有机会再到神王的面前来，就像本文的告白一样，说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情，他是没有这样，不会有这样告白的。在信仰里边也是这样，要积极的成就神的国，努力去献身呢，还是说静静的消极的过向生活？那么神所喜悦的程度是不同的，努力尽忠的话呢，有思想不同的人，性格有棱角的人，或者是会被误会，也有可能被人猜忌嫉妒。但是呢，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就说我要静静的去守自己的信仰就好了。那这样的话呢，当然有可能没有碰撞。那么对于神的尽忠，或者是说荣耀神的事情，当然也没有。或者是说呢，虽然说没有碰撞，也不能说没有做过亏损的事，也不能说是善。那这些方面大家要进行一个分辨，那自己的性格也是比较静的，比较谨慎的，也没有什么业务，虽然说自己心里面不舒服，也不跟别人说出来，又说了不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情，自己认为是善的，有这样错觉是不可以的。
就像现在一样，要积极的去行，有一些碰撞的事情呢，要改变为没有这样的各种碰撞的心。那对自己有害的事情呢，也要呢去担当，然后这些积极的善和消极的善呢是有差别的，自己能够做到的程度就做。那如果说是使命多了，自己要负的责任也多，还要听这样那样的话，不要这样了，自己做了做少一些吧，不是说这样神就说你做得好，要知道这样的差别。如果说但以理呢动员了人的意念的话呢，有可能呢停止30天的祷告，就算是祷告呢，那节制一下，不去呼求祷告，那就完全可以是躲过去的，没有说违背神离开神忍一个月，也不能算是功亏一篑呀，也有可能这样去妥协。但是但以理呢明知道呢他违背了盖有玉玺的禁令，但是呢回家之后呢还是像平时一样呢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打开窗户，一天3次的屈膝祷告。那就是说但以理呢可以静静的躲过去的事情，他也是积极的去行去守真理，就算是有所碰撞，那宁可去直接面对，但是是神的旨意的话，他也是不惜自己的生命，但是呢他没有说一丝的抱怨和不平，也没有喊冤，没有怪罪任何人，反而是呢自己这种环境和条件呢反而是感恩去善待。那在具有这种两面性的时候呢，才能够说是真正的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的人。那就算是说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情，就非常的消极，和人们之间的碰撞呢也是降到最低的程度。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没有碰撞吗？这是善吗？不是的。那很多事情去行去碰撞的时候，那对自己反而是好事，因为呢有这样的事情才可以明白自己的恶，发现自己的恶，那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因着这一些才能够发现自己是对自己的对错，能够更加降卑自己，见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情，也没有一些杂音，没有不满的时候，才能够得到是善的认可，得到称赞，可以说是真正的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的人。那我们的神呢所愿的真理的就是恶是禁戒，不做凡事，有斟酌追求更好的。如果说是真理，那就不会屈服，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得神的喜悦，成为得神喜悦的信仰。那么我们要得神喜悦的话，就像箴言16:7一样，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对任何人都不做亏损的事情。所以遇见的事情，遇见的人少，遇见的事少，那问题没有问题，所以就会得到没有做亏损事的人吗？得到认可吗？你对我的爱太缺乏，没有尽忠，在神面前没有献身，会得到这样的评价的。消极的观想生活，消极的去有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算是有碰撞，不是说退却，而是通过这样的面貌呢要发现自己的变化，那这样的时候积极的去追求善，追求真理，这样的时候呢神才会认可你是良善的。亲爱的各位圣徒们，那么我们为了成为不行亏损的事的人，那具体要怎样做呢？就是要完全除去肉体的情感，人要没有情感，没有情绪，才能够得神的喜悦，撒旦的控告能够完全的离开，才能够成为
不行亏损事的人，丹以理呢是完全没有这种恶的情绪，所以呢他就没有行过任何亏损的事情。他不仅是说对自己的事情上呢尽忠，就算是害自己的人呢，他也没有去恨他，也没有说有一些情绪的处理。自己看不惯的人，他也没有说是放在心上去使用各种的谋略去为难他，而是在善的内心当中，在真理当中呢恒久的忍耐。那有可能会想，单一理的情况下呢，有很多呢要忍很久的事情，那么应该有多难过呢？绝对不是的，犯罪行恶的人才会难过。真正善的人呢，是没有理由难过的，太累的，因为灵的思想呢是生命平安。神人都是这样的，因为爱神呢，就算是生命危在旦夕，也是默默担当，交托自己的责任，不是说勉强的去行。比如说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会觉得累吗？约伯会觉得难吗？或者是路德会觉得辛苦吗？就算是他的妻子被夺去，就算是下在监里，就算是失去了丈夫独自赡养婆婆，就算是被人无视，就算是遭受任何的熬炼，他们也没有觉得是疲惫的，反而是非常的知足感恩。因为没有这种恒久忍耐的这种恶，就算是面临了熬炼，那么他们的信心的标杆也没有摇晃，所以他们没有走那样的道路，反而是呢在通过熬炼和艰难呢，信心更加的坚固，成为当代和后世照亮黑暗的真理之光。我们也要走这样信心的先知们走的道路，在艰难和这各种问题面前，不是伤心和灰心，反而呢要转危为福。有无辜的恨我的人呢，讨厌我的人呢，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我们要怎样才能成为胜利者呢？恨我的人，我们要升华为爱就好了。遇见了这样的人，没有说争吵，但是心里面觉得非常的难过，看到他就想躲避。世上的人就是这样，心里想想呢，就会心跳加速，那么健康的问题就会有一些健康的问题，不能够说去担当这些事情。友善的人，就算是谁来恨我，也不会有这种创伤。那在世上生活，人和人的想法都不一样。那个人就算是在恨我，那是有他的自由意志的。就算是来恨我，我也有可能恨他。那你选择恨他，那是神的爱和恩宠呢就离我很远。但是因为爱神，我们想要去效法神，那为了爱这些恨我的人、讨厌我的人，我们去进食。那么这个时候呢，恨的情绪呢全都消失了，就觉得对方很可爱。像主牧师所讲的，就把他当作小孩子一样，像是小孩子和父母撒娇，只是看他是可爱的孩子，这样去想。就算是有很大的创伤，那么也要以主的爱，也没有去不要去装在自己的内心里面。为什么要自己去受伤呢？所以也不是说故意给你带来创伤。为什么要接受那些呢？也没有必要。如果有善和爱的话呢，没有必要去把它作为一个创伤呢留在心里面。要更加去理解，为他祷告，让我们能够去爱这样的人。因为我的器皿太小了，所以我才这样的累，这样的难过。没想到他的时候呢，我的内心要能够高兴。怎样才能说一些善的话，和他成就和睦呢？要能够成为这样的我，要努力的，又做了几个月的祷告，最终成就了这种内心。那么恨我的人，让我难过的人，因着他
되는 것이죠. 我就成为了能够爱人的人，要给他买礼物了，因为他成了让我得利的人。那问题本身。 不是说这问题本身让我们难过，而是说把问题当作问题的这内心的非真理让人难过。那么我们要捆绑我们自己，担沉重担子的，不是因为我们周围的各种问题和环境和人，而是因为占据我们内心的恶。 因为我们里面有恶，所以呢，在这个恶能够显露出来的任何环境条件下呢，就会通过意念呢，这个恶就会发动。但是但以理呢，他的内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肉的情绪和恶，所以呢，就算是对王还有陷害自己的大臣和这些呢，也没有去顶撞他们，也没有说呢去卑劣的去进行抗辩。但以理呢？ 却追求神的善呢，是守正道。他的内心是一向是平安的，跟王说愿王万岁，发自内心的，非常叫人的感动。那如果说的内心里面有不满、有恶的残杀的话，他不能够发自内心有这样的告白的。 不能够说勉强的说出他内心里面没有的话。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呢，这种话呢会被显露出来的。从在任何情况下呢，但以理也没有做过任何对别人有亏损的事情。各位圣徒们，我们如果说是渴慕灵，想拥有更大的信心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除去属肉的情绪，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任何人呢也不要做 亏损的事，看历史可以知道，虽然说是王没有走正道，侧重于情绪的这些人呢，最终呢，他们会失去忠臣，有可能失去将帅，一个国家都有可能灭亡。侧重情绪的人呢？ 那对自己好一点的话呢，给恶人也会赏赐；那不符合自己的心的话呢，就算是忠臣，也会被下放，甚至杀了他。那结果呢，就是悲剧，不仅是自己和他一同的人呢，也会面临很多亏损的事情。那我们所有的圣徒们，就像加拉太书5:24节所讲，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把邪情私欲定在十架上，在属肉，我们要成为不做任何亏损的事情。我们要成为不做任何亏损的事情。奉主的名祝愿大家。下面讲结论。亲爱的各位圣徒们，我们经过两讲呢，讲到了通过但以理呢，我们讲，神的善和喜乐的完全的旨意。但以理呢，在蒙冤的，在死亡面前，他没有愧疚别人，抱怨别人，反而呢是对人没有做过任何亏损的事情，是非常的恶，没有任何的恶的美好的内心。 只有这种善的内心是完全的依靠神的完全的信心，所以呢，他能够看到神惊人的做工。那这样的信心呢，就是得神的喜悦。那通过但以理所显现出的神的完全的旨意是什么呢？ 那就是不惜死亡，只依靠神的不变的信心，守住了这种不变的信心。我们就算是再知道神的美意，有神所喜悦的信心，那如果说没有行为的话呢，也是不能够完全拥有这样的信心的。 但是但以理呢，是在死亡面前呢，他直到最后都是这样行的，之前充满到某种程度走得很好，但是呢又变冷淡了。这样的话是不能够说是完全的。但是但以理呢，在死亡面前，直到最后，他也是守住了他的这种信心和行为。 那我们想要拥有这样的善和大的信心的话呢，就要离弃这属肉里面的恶的情绪。
那个时候才能够成就不归咎于任何人的这种美好的内心，在任何事情下都不做亏损的事。世上的人呢，良善的人呢，在面临难事的时候呢，他们也没有说怪罪于祖先和环境，反而呢认为是自己的因果，是命中注定的，他这样来接受。但是呢，在真理当中，在什么事情不顺利的时候呢，却怪罪于别人，怪罪于环境，这样的人呢，可以说是非常愚蠢的。我们呢，绝对不要呢去归咎于别的，就算是自己是对的，那也要是认为是缺乏的，要能够归咎于自己，要成为这样宽容的厚德之心，要成才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就像今天话语的题目一样，不做任何亏损的事情，成就这样的善心和美好的内心，得到神的恩宠，成为这样蒙福的圣徒们。奉主的名祝愿大家思考话语，一起来做祷告。그행감을보며우리에게큰감동이되었습니다죽음의자리에서모면한이다니엘은또왕이너무나사랑스럽게다니엘을부르며살아났음을기뻐하는데도결국선과사랑만이나왔습니다그런데우리의모습은어떠했던가를돌아보며내마음내생각내입술이모든것들에있었던악을감정을이제는모든것들을찾아서변화되어짐으로선만쫓아가는아버지를기쁘시게하는믿음으로만행하는복된성도님들되게하여주옵소서감사드리며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당회장님의환자를위한기도를받겠습니다接受主牧师的患者祷告，有病的人、有软弱的位，请放在其上接受祷告；没有病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为了成就内心的心愿来接受祷告。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超越时空做工在极间电视观众之上，通过因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支教会之圣殿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赐予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势力，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求父用圣灵的火原本的光焚烧并医治他们从头到脚五脏六腑每根骨节全身神经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仇敌魔鬼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关爱进入吧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完整焚烧净尽击退疟疾以及所有风土病击退感冒咳嗽发烧全身酸痛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任何流行性疾病病菌都不能进入求父保守求父是胃癌、肺癌、乳腺癌、子宫癌、大肠癌、皮肤癌等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白血病、脑溢血、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肺病、胃病、糖尿病、妇科病、皮肤病、甲状腺疾病以及所有的炎症也得到痊愈，也求父使小儿麻痹、中风、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症也得以健全，腰痛、头痛、神经痛在内的一切疼痛都消失。癫痫、自闭症、抑郁症、躁郁症、精神衰弱等一切的精神疾病也都退去。我吩咐麻痹、瘫痪的得以释放，瘫子要起来行走、跳跃，模糊的视力要看得清楚，听不清的耳朵要听得清楚，瞎子要看见，聋子要听见，哑巴要开口说话，使各种事故后遗症得以洁净，骨折也得到愈合，烧伤、烫伤得以痊愈，火毒都退去，热气也退去。父啊，求做工不留下一点疤痕，毒品以及各种药物剧毒物中毒也得以洁净，已死的神经细胞复苏，死人也复生。求父给不能怀胎的赐予怀胎的祝福，得到怀胎的祝福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仇敌魔鬼撒旦空中掌权的众恶魔都退去，他的众使者也都退去，这世上的邪灵、污秽的灵、虚谎诡诈的灵挑拨离间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绳，黑暗退去吧，光暗进入吧。求父神赐予您儿女们呼求祷告的能力，离弃罪恶成就圣洁的能力，使他们灵魂兴盛，凡事兴盛，成就家庭的福音化。祝福您儿女们一周间从各种事故灾殃中得蒙保守，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用圣灵的火焰天兵天使主火焰般的眼目看顾保守神儿女们的家庭工作和事业，将智慧和明哲赐给学生们，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被世界夺走，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祝福您儿女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使他们都能够见证我遇见了神，体验了神，得到了应允，得到了祝福。父神，感谢您，将荣耀归给您，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아버지하나님감사합니다홀로영광받으옵소서우리주예수그리스도의이름으로기도하옵나이다아멘만민찬양152唱万民赞美一百五十二首的时候献上现金因为有深知父心意，好牧者他在这里，我们成为了父神的那善美的果子，那眼泪，那慈爱，怎么能忘记为我们而流牧者的眼泪？那就是他的爱，齐声来赞美歌颂荣耀归于神，齐声赞美歌颂将荣耀归于神，那至大的天父慈爱的果子，齐来将荣耀归于神。二十第二十二回话语大赛颁奖仪式，金正红长老来主持。开始有第二十二回话语大赛颁奖仪式，得奖人员请从大奖开始到台上来。今年二十二回的话语大赛有本教会还有支教会很多人来参加，有三十九名被选拔上进入本。结果呢，有决赛进入了二十二人，大奖一人，金奖三人，银奖一人，铜奖两名，奖励奖三名。另外，进入决赛的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选手和最年轻的选手各一名、两名获得了鼓励奖。颁奖呢，由万民中央教会代行主任牧师职务的李守正牧师来颁奖。首先是对大奖获奖者的颁奖，大奖获奖者请到台上来，台前来。大奖获奖者将获得奖牌和100元韩元的奖金。金明哲弟兄，此人努力装备话语，在南宣教会主管主办的第二十二届话语大赛中，以优异的成绩获奖，奉主的名颁发此牌。2023年9月24号。接着是金奖，金奖是奖牌和奖金70万。李美恩劝世金奖，二加男李美恩劝世以下同上。
金奖是大田万民教会许南书宣教士，以下同上。金奖大田万民教会安启贤执事，以下同上。 下面是银奖的得奖人员，有奖牌和奖金50万。银奖外面中央教会二家南李英雅执事。同奖是两名，有奖牌和奖金30万元。 郑永仁宣教士，祝福郑永仁宣教士。对，同上，同长，二大的十三教会郑振勇牧师。 接着是奖励奖，是3名，奖金10万元。郑贤镇牧师，学生主席校高等高中郑贤镇牧师。奖励者。 奖励奖一家男车相役执事。下面是鼓励奖，鼓励奖是最大年龄者和最年轻的人。最高年龄者是光州万民教会金春礼执事。 最年轻的是光州万民教会金明哲兄弟，光州万民教会金春礼执事。全员向主带行敬礼。向后转，向圣徒们。 我们圣徒们呢，请报以热烈的掌声。请得奖者回到座位上。全体和主带行礼守者牧师有纪念拍照的时间。亲爱的圣徒们，明年23届话语大赛。 希望我们圣徒们多多参加。结束南宣教会主办的第22届话语大赛颁奖仪式。南宣教会也向你们表示感谢，还有参赛的所有人员，还有不仅是得奖的。 就算是没有得奖的，从预选开始进行的参加的圣徒们也感谢你们。今年呢，比去年呢，多了一倍，有更多的人参加。我也是非常的幸福，准备了一年，是付出了很多的心思的。虽然说奖金很少，但是呢，我们不是说为了得奖金，其实想要去顺从父神的话语。 这是天上的奖赏，真的是非常蒙福。感谢大家，我献金来做祷告。阿爸父神，献上十分之一现金，感谢现金、生日感谢现金，各种现金，宣教现金、赞助现金、宣教现金及先烈士现金，还有锁定的现金。此刻求父神亲自按手赐下，连腰带按，向将下流的祝福，成就他们的心愿，垂听他们的祷告，应允他们的祈求，保守并祝福他们的家庭事业和工作，使他们十分之一奉献不断增加，感恩事项不断。
量增添，按照所行所中赐下30倍、60倍、100倍以上的祝福。奉我定期带领祷告会，今天是最后一天，所有祷告的一切都能够得到应允，赐给祷告的恩典和能力，能够警醒祷告，成为万民的所有圣徒们，通过这机会得到医治，得到应允。感谢父神，今天还有此后也要彰显更大的医治的做工。亲爱的院长，这样尽心来守住这个坛，求上赐下更大的力量，成为得到更大力量的院长，还有付出辛苦献身的所有的人员也赐给祝福。今天代理祷告会也成为充满的时间，要成为更加警醒祷告的蒙福圣徒们。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작정다니엘철학관련광고드립니다。定期代理祷告会的通知，创立41周年还有圣殿迁移的定期代理祷告会所引导的李夫人院长，感谢您，还有我们一起参加的所有圣徒们，也感谢你们。今天是定期代理祷告会的最后一天，由万民祷告院院长李夫人院长进行是直播，准备站美是8:40开始进行。13层的圣殿还有住宅礼拜室，迎接中秋节，我们一起来向植物代行问候，说植物亲爱的植物代行。你说成为幸福的中秋节，亲爱的植物代行，希望您能成为幸福的中秋节，我们亲爱的圣徒们也能够平安幸福，能够成为丰盛的，在父神的爱当中平安的度过中秋长假，还有去地方的我们人员能够安全的来回，还有在所在的地方，下周的礼拜也在恩典当中能够做好礼拜，还有没有成为福音化的家庭呢，也能够更加去善的去为他们加油，希望大家能够成为家族福音化的时间，希望大家度过平安幸福的中秋节。以主祷文来结束主日万礼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